那老外放风筝，放得不错，风筝。这个公园挺大的，这公园。但是它也飞不太高，两根绳。这个老外是牵着两根绳。牵两根绳，这样放。坐着看，坐着看他放风筝。这个风筝像个什么东西？像个小蝌蚪，长尾巴的小蝌蚪。看着眼瞅着就往下扎，但是也没扎下去，又起来了。他这是专业做的风筝吗？打着旋呢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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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不像小蝌蚪在游泳？这边好多华人，这边。眼瞅着就到地面了，然后又起来了。哎呦！呼啦啦，被风吹得哗哗响的声音，这都听着点了。哎，掉地下了，掉了。他得走过去把它捡起来。他把它捡起来了。重新放。他把上面缠的那个线给它解开之后再放。他是两只手，一只手拽一个绳，两条线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放风筝就一条线，那么两条线，两条线更稳的吗？是黑人，这是个。今天风还可以。慢慢的起来，又掉了。哎，起来了。你太轻了。啊，在天上的好像是。哦，就这意思吧。看到了。在天上呢。够了，就可以了。慢慢放吧，慢慢放风筝。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有点凉啊。